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半个月前吧。你说你这孩子，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妈说，自己藏在心里，你可真是的你啊！也不知道那个坏人抓着没抓着。不知道。刚才是不是有个叫李猛的来过？嗯，是啊，你咋知道李猛？你认识啊？是他送的。哎，不是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哥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你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，哥？他来干什么来？说什么了？他来了就是想谢谢佳佳。谢你？谢你干什么？我前段时间去一家公司面试，在停车场碰到他，他那时候和人在打架，那人手里还有把刀。那是林猛，林总胜的大儿子，煤炭公司的副总。我不知道他是谁啊，他看上去也不像坏人啊。坏人写脸上吗？他怎么知道咱们家地址的？我不知道，不是我说的。你忘了爸爸临走时候说什么了啊？哎呀妈呀，我可想起来了。我说我看见这名片上的公司怎么这么眼熟呢，闹了半天都听你念叨的。哎，对了儿子呀，他还说让佳佳到他们公司上班呢。哎，他对林安什么好心？他爸爸是我亲手抓进去的，以后再来咱们家马上给我打电话，听着没有？听着没有？佳佳，听你哥的，你哥在社会上认识的人多，是好人是坏人他一眼就分出来了。知道了，把东西拿局里，就当没这事儿。佳佳，记住哥的话，哥不会害你。现在社会这么乱，他当面对你好，背后给你捅刀子的满大街都是。你去帮我找找这个律师。找到以后呢？你看他在干什么？喂，李大律师。哎，你知道是我。你几点下班啊？怎么了？参观参观我的律师事务所。行啊，你够快的。在哪儿啊？你晚上6:30在加盟中心门口等我，我来接你。给我的吗？哦，恭喜啊，李大律师。谢谢。走吧，带我见识见识你的新公司。哎，不在那边。是怎么都到这儿了？到底在哪儿啊？不远，前面就到了。快到了。干净的，下次你来就好了。这样，进去啊。
这地方还不错吧？啊，挺安全的。那这张桌子是谁的？哦，这个就是跟我合租的，就是门口挂牌那个。不然这样的地方我都租不起呢。这儿贵吗？还行吧。我把这个卖了，正好付我头2个月的。 这表是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爸送给我的，我现在把它卖了，也是为了实现他的心愿，成为一名律师。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那时候啊，我就来帮你搬家，咱就搬到前面那大厦里去。就这么说定了啊！不过到时候啊，我一定更加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事务所第一个登门的客人。 呀，那这第一个客人我不能白当啊，咱得庆祝庆祝。我请你吃饭去。那哪成啊，今天是我开张，得我请才是。哟，这么老来客户了。不是，这是我好朋友邢飞，这是跟我合租的张大贵，张总。你好，你好，幸会幸会，我这是我妹妹。 本人姓张，名大贵，有什么需要帮忙您别客气啊。好，这是土鸡，朋友从我家带来的，全是吃虫子和那个粮长大的，一点饲料都没有。我给您来一个。不用了。来一个。别，这不用这。拉屎了。拉屎。这说拆就拆，让我们住哪去呀？ 这不上面写着可以回迁吗？回迁？啊，这钱你拿得起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不得多交个几十万块钱？去年石家巷拆迁，人家那地段不比咱这强多了，拆迁费给多少你知道吗？多少？一平米6200。6200？就他们给那点钱，最多买俩洗手间。那怎么办？凑呗，砸锅卖铁，实在不行，咱不还有孩子吗？说的太轻巧。哟。 我没想到北方还有这么地道的湖南馆子呢。北方菜我一直吃不惯，咸腻。哪有湖南菜辣的这么过瘾？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北方？我也觉得我自己挺不可理喻的。我是说呀。 既然选择留在这儿，那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星飞，如果我告诉你我留下来的原因，你能答应我，不告诉任何人吗？当然。我这么做，完全是因为我爸。 我爸是81年考上大学的，上的就是我读的法学院，也是法律专业。我爸从小是个孤儿，所以是全村人把他给养大的。他的学费、路费，是全村一家一家攒起来的。啊，对了，我爸年轻时候啊，长得可帅了，像金城武。 好多女同学都喜欢他，最后谁也没想到，他会喜欢上我妈。我妈当时只是学校食堂帮厨的临时工，也许就是这一勺菜一勺饭的友谊，让他们走到了一起。到了我爸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我妈怀孕了。
爸丝毫没有犹豫，像一个男人一样站了出来，说：“那孩子是他的。”我爸被开除了学籍，跟着我妈一起回到他的老家湖南长沙。从那以后，我爸再也没有回过他的老家。他说他没脸回去。我爸在当地的民办小学当老师，后来我妈生下了我。可在我13岁那年，我妈跟他们食堂的另一个炊事员跑了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我考上重点高中那一年，暑假的时候，我爸带我坐火车到了渤北，在法学院空荡荡的操场上，他对我说：“在这里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不是他的人生发生了扭曲，也许……”他现在是渤北一位令人尊敬的检察官、法官、律师，甚至还要好。最后他说，将来一定要到这里来念书，把我的另外一段人生过完。学历，我跟我爸一样，门门功课都拿第一。4年了，没有交过一个男朋友。可是到我大三那年，我爸走了。也好，幸好他走得早啊，不用看到现在这副德行。比我幸福多了，最起码还有理想，可以延续你父亲的生命。人生有这样明确的目标，可以了。你知道我的身世吗？我是被包养的，长这么大，我就没有见过我亲爹亲妈长什么样。虽然我养父养母对我也挺好的，可我总忘不了这一点。要说理想呢，我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能见我爸我妈一眼。我要他们当着我的面告诉我，当初为什么不要我。对不起。咱们今天是来庆祝的吧？嗯，星飞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的。愿我们的理想早日实现。现在很多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都不大乐观，许多开发公司已经把手伸向了渤北。如果咱们公司还按照原先的做法垄断市场，看来是不行了。但是如果咱们这次跟香港的设计院联手，一定可以打造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新标杆，而且从宣传上来讲，也非常有炒作点。我不同意。哥，我这个企划书里有一些东西说的不是太明白。我就是不想跟你们合作。一帮蔫坏损花的港怂，咱们在他们手里吃的亏还少吗？但是现在咱们具体跟哪家公司合作都是可以商榷的呀。谁都不用合作，开着车绕渤北转一圈，只要开工的工地，一半的项目都是咱们维罕的。咱们为什么要跟别人分咱们碗里肉吃呢？
如果咱们公司总是这样裹足不前的话，用不了两年，咱们公司一定会被更先进的公司给淘汰掉。淘汰？我还真想不出来谁能有这样的本事。能干过韦寒的人，估计还没出生呢。我记得爸爸说过，咱们的公司要慢慢转做正经生意。胡说！谁说我们公司做的不是正经生意了？公司上上下下几百口子，哪个做的不是正经生意啊？嘴里连个把门的都没有。嗯，知道了。嗯，再见。你好，我想找一下林总。请问你找哪位林总？林某。您跟他预约过吗？他现在正在开会。您上那边稍等一下吧。把门关上。总以为你们都长大了，结果还是那么没脑子。计划书我早就看了，想法确实有点意思，可严重脱离博北的实际情况。你也是。会上那么多人，你非要打头阵，而且对的还是你亲弟弟。你不给他留面子，你脸上有光啊？双目才能成林，要让外人看到林家的心是齐的。眼下还有一个王梦图，不知道躲在哪儿呢。没准他现在正琢磨怎么干掉我们呢。可你们倒好，关起门来搞内讧。爸，都是我不好。以后在项目上的事，我一定多向大哥请教。哥，以后靠你多帮我了。以后你有什么地方拿不准的，问爸问我都成啊。邢家，真的是你啊？我还纳闷呢，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给我打电话？我正想给你打呢。那个，我想问问您，您的公司还需要人吗？当然需要了。林总好，林总好。这位是邢家，以后就是营销部的人了。邢家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邢家。鼓掌。你先在这儿工作，跟大家学习一下。等你适应了之后，我再安排具体的职位，好吧？艳红，把小陈的桌子收拾出来。他呢叫艳红，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就问他或者直接找我都行。啊。你好。我自己来就行了，谢谢啊。行啊，没看出来呀。怎么认识他的？谁呀？装什么糊涂啊？是在天天练歌房呢，还是在帝豪夜总会？哎，我说，你这衣服哪儿买的？地摊吧？以后上班穿的差不多点儿，咱们这可是正经公司。进。王会计要你签字。又换口味了，那么土的妞你也要？废什么话。林总好。新家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不用了，谢谢林总，
我晚上还有点事情。你去哪儿啊？我送你过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家人也会来接我的。谢谢你啊，林总。再见。看着点儿。喂，你好，小小律师事务所，找您的。喂，啊，老王啊，你货压到什么时候你啊？留下崽呢？明天给我送过来。李律师，我是啊，有什么能帮您的吗？我是威涵房地产的，我们公关部的林经理想见见你，跟你谈点生意。你这还真难找啊，连个停车的地方都没有。出去！啊！我说拿着你的名片给我滚出去！李律师。我不想听到跟林子有任何关系的事情，滚！不走是吧？你走不走？走不走？我背，混不下去了，随时来找我。知道怎么找吧？你想都不要想！也是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哎，大哥，哥，哥，给我张名片吧，哥。得罪人家呢？啊！喝汤。贝贝啊，嗯，咱门口贴的通知你看见了没？看了。你说我正琢磨着呢，咱这动迁还得搬回来。你说在这住了大半辈子，冷不丁搬走，他也不习惯呢。我打听了。咱们要搬回来呢，还住这么大面积，除了政府给那部分拆迁款以外，咱再交100多万吧。多少钱？你说啥？妈，我有住房公积金，交回迁的投币款没问题，剩下钱咱贷款呗，慢慢还。家家都这样，现在。妈，哥，嗯，我找着工作了。真的？在哪儿啊？我一个同学的哥哥开了一家电脑公司，让我过去帮忙，说现在是试用期，工资一个月是3500。可以呀，靠谱吗？嗯，他们对我都挺好的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早说呀，早说咱再加俩菜。不是妈，我现在还试用期，我能不能留下还不知道呢。我妹妹这么聪明，她谁用你谁的福分呢？那是。林猛，没来骚扰你吧？没有。吃。一楠，你今天又跟你哥吵架了？没事儿，就是在公司拌了两句嘴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少惹你大哥。他不是我生的，你爸又觉得从小他没享过福，处处都宠着他。他那个脾气啊，跟你爸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，犯起浑来谁都不理，连我都一直让着他。那我眼睁睁看着他把公司往火坑里推啊！小点声。你爸挣的钱
也足够我们全家花一辈子的了。我真不明白，你们要做到多大才算满足啊？妈，你觉得现在这些钱多吗？我告诉你，就像他俩这种干法，用不了五年，全得赔光。天塌下来，自然有人顶着，你别事事抢着出头。上回救你爸出来那件事儿，你哥嘴上没说，心里早就不高兴了，心里抢了他的风头。那怎么办？啊，我眼睁睁看着爸死在里边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我大哥就是太自以为是了，像他这样，早晚得把大家害死。谁管我，也不许你去管。你听妈的话，以后凡事让着你大哥。啊，行，那我以后就继续装聋装哑装傻。林总，早上好。上车吧，一块儿去。我正好也顺路，上来吧。谢谢你，林总。我有那么烦人吗？没有啊。那你干嘛老躲着我？没有。公司还适应吗？嗯。有没有人欺负你？大家对我都很好的。啊，那就好。林总，麻烦前面停一下。怎么了？公司就在里面了，我自己走进去就行了。啊。谢谢你啊，林总，再见。师叔闭关三个月了，前天刚刚出关，已经五年没有替人开过挂了。这之前我请求过他很久，说苏施主是行善积德之人，为寺院布施过多次，师叔总算同意破个例。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师。师叔，苏施主来了。苏施主，请抽签。
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昨。大师，什么意思？话都空了，啊，自己弄的是。哎呀，你往哪扔啊？经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经理，我赔，我赔，赔？你拿什么赔呀？你说这一个月都多少次了啊？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呢？行了，赶紧的，收拾东西，赶紧走人。经理，我走。走走走走走。你再让我试几天，我走走走。我肯定能干得好，你来来来，拿着拿着，赶紧走。我跟你说，当初我留你在这儿，完全是看监狱老沈的面子。经理，我别说了，别说了啊！我这是个人开的，我不是慈善机构，赶紧给我走，走！看什么？走走走。不用不用，我中午一般不吃饭。你就这么瘦了，还减啥肥啊？不过啊，你跟我们也不是一路人，早晚都吃山珍海味的面。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财神菩萨，被你活活的弄跑了。喂，春哥来。啊，找你的。嗯，找你的。喂，你好，小小律师事务所。李大律师。嗨，是你呀，别逗我了。
怎么样？最近忙什么呢？还在查那起枪击案。哎，我有个私事儿想找你帮忙。你说呀。有个案子想请辩护律师，不知道李的律师能不能接呀？接呀，干嘛不接呀？对了，当事人在哪儿呢？出事的就是庞阿姨的儿子，庞阿姨是我们老街坊，她儿子何小虎又是我的发小。五年前因为故意杀人案被判了刑，本来今年十月份就应该刑满释放了，可就在上个礼拜，他把同监的一个犯人给打死了。是在哪儿打死的？监狱宿舍。当时有人在场吗？同监的十几个人都在场，我保证何小虎这人肯定没问题，一定是当中出了什么岔子。都那么多人在场，我还能干什么呀？李律师啊，我儿子肯定不会干这种事儿的。当年他进监狱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他多喝了些酒，过失把人伤害了。在监狱的时候，他每个月都给我写封信，说是出来以后啊，好好孝顺我，他们娘俩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真的，李律师，他绝对不会干这事儿，是我弄错了。哦，对了。兄弟，我也不知道该花多少钱，这是我全部的存款，刚提出来，都在这儿。我们娘俩永远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。阿姨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您快起来。这样好不好？我先去监狱了解一下情况再说，行吗？谢谢，谢谢。那就是一刺头。每次派活儿属他最麻烦，还敢顶撞管教干部，出这样的事儿，一点都不奇怪。那他承认他杀了人吗？那当然，就算不承认也没用，人证物证都在，我们这十几号人全看见了。我能见见何小虎本人吗？行啊，不过见也是白费功夫。你好，我叫李想，是个律师，是你妈妈和邢飞叫我来看你的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我就想要个女人，你能帮我吗？能跟我讲讲事情的经过吗？好白呀！何小虎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种态度根本就是找死，你知道吗？滚！都和娘的别来烦了，让我们忙着呢，没一个好东西，滚！在我童年的时候，妈妈留给我一首歌，没有忧伤，没有哀愁，唱起它，心中充满欢乐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每当我唱起。
在我童年的时候，妈妈留给我一首歌，没有忧伤，没有哀愁，唱起它，心中充满欢乐。啦啦啦。心中充满欢乐。